豆豆的爸爸绰号叫什么？豆豆他爸。豆豆什么生肖？哎呦！猴子。生日是什么时候？五月十五。五月十三、四、八。 哪个部位最像你？眼睛。嗯，猜猜啊。眼睛。豆豆最喜欢什么动物？动物哦，恐龙。等一下，要带它玩，会不会觉得？不会。确定？不会。真的吗？没有。你会觉得很？不会。